果公司是辆车，那资金就是燃料，老板是方向盘，主管是引擎，而你们是轮胎。意思是我们太阳一样很重要吗？意思就像备胎一样，随时可以替换。职场中，老板脑要轻，经理心要细，主管胆要大，职员手要快。那我们呢？你们肝要好。我们刚进公司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一个原则：多学多看，说清楚点。就是学做人，爱看脸色。